巧克力制成的服装一件件都是设计师的精心设计，模特穿着巧克力服装在台上舞动和走猫步更显青春活力。会上展出各种各样的以巧克力制成的雕塑品，而这尊四米高的巧克力金刚是一大亮点。雕塑者表示，灵感来自电影《金刚》。这个巨型雕塑有几十人花了2个月的时间完成，而温度不稳定是制作过程中的一大挑战。主办方预计，活动将吸引近13000人参与。